都很生动活泼。我超喜欢这次的心理剧场，带给我们很多正面的能量以及启发。我觉得他们这次举办的蛮用心的，而且蛮多元化的，以舞台剧的方式下去表达出一些正向的能量，我觉得这个方式不错，对我说真的蛮有帮助的。对，我觉得这次的活动我觉得还蛮精彩的，觉得收获很多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对我们一些官兵都还蛮帮助的，难免都会有压力啦，只是说你看他怎么去抒发，就是抒压压力，觉得至少说让我们有一个像这样子这么正面的活动。为了推展国军官兵心理健康概念和促进心理健康教育，提升自伤防治工作成效，国防部今年结合世界自杀防治日及世界心理健康日，以正向转念新行动，激发生命新能量为主题，举办心理健康宣导专案活动，并成立乐活服务团队，巡回高山偏远及外离岛等驻军部队，采寓教于乐的方式深入国军基层，将心理卫生正确观念深植官兵心中，协助官兵培养正向转念，强化个人心理调试能力，进而营造彼此关怀、传递喜乐能量的氛围，形塑健康活力的精锐新国军。这一次呢，配合心理健康月的一个世界心理健康日的活动，所以呢，国防部特地筹划了这一个心理健康月的巡回宣教活动，希望呢，透过很多元的呈现方式，包括剧团的演出，甚至歌曲歌手的一个歌手一个歌曲的呈现的方式呢，还有跟生命的故事做一些结合，然后借由这样子的呈现方式，让所有的弟兄官兵可以了解，哇，原来心理健康的一个知识跟概念，其实是可以用很多元、很活泼的方式，让他们知道，这样的讯息。我觉得是希望可以促进，就是官兵弟兄们，他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其实在人生的困境里面，他是真的有很多力量的。活动完了，都会有一些弟兄跑来找我，跟我说他遇到了一个困境，然后我就会鼓励他说，请问你是怎么样帮助你自己撑过来的？那这样引导之后呢，他们其实都可以找到自己坚强、忍耐或者是信心的一些力量。今年的宣教活动邀请超偶歌手林宗馨及星光帮艺人赖明伟担任心辅歌手，演唱多首励志歌曲，同时透过心辅老师的谈话分享个人生活经验，鼓励官兵勇敢追逐梦想，官兵也敞开心胸与歌手们一同高歌。海军124舰队严凯一二兵也在大家的鼓励下上台，以自弹自唱的方式分享个人创作曲，唱出追逐梦想的渴望。今天来这边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音乐的心路历程，还有那个时候当兵啊一些有趣的事情。那其实我希望能够借由我的创作，我的歌声能够来帮我们官兵弟兄们打气加油。刚好这首自创曲跟这次的主题就是蛮正向的，然后也很开心能够跟艺人林宗馨还有蔡老师能够分享这首我自己做的歌曲，其实发泄压力，然后感情上不论是感情还是工作上面，然后就会寻求到更多管道去发泄压力。对，等一下到台上吧，好不好？今年的活动特别安排心辅团队成员扮演柯南、樱桃小丸子、蜘蛛人及美少女战士等卡通人物，在短剧中一同关怀罹患忧郁症的皮卡丘，帮助他走出低潮，并透过剧中人物对话宣达自杀防治守门人一问二应三转介的关怀步骤，鼓励官兵主动关怀身边的袍泽亲友。其实心辅这个工作是不分你我他的，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心辅尖兵以及很优秀的自杀防治守门人，就是这是不分阶级，
也是不分你的职位的，人人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做一个小小的关心，就可以帮助到可能你周遭很需要帮助的人这样子。这是我们这次最主要想要表达的主题。人生不可能就是一生都是如意的，都是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如何在这个人生道路上，怎样去解决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不是只靠自己，别人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对啊，我觉得他们带给我们很多正向的能量，以后应该会更容易去面对那些压力。事实上，国军为落实心腹工作，国防部多年来以三级防储作为绵密辅导网路，对于协助官兵适应部队生活，积极面对部队训练上，此次借由专案活动延伸辅导节点，深入基层，扩大服务范围，使官兵在潜移默化中启迪正向思维，学习情绪抒发与转换的具体方式，传递喜悦与快乐能量，相信必能成功打造健康活力的优质服役环境，提升国军精神战力。